乘坐着风，在你的世界降落，白色的风在你身边环绕着。你问我来自哪里，笑着回答是秘密。只要是你和我一起走下去，天堂在随时和随地。大家好，我是 EXO-M 成员 LAY， 然后我的 logo 是独角兽，和西方独角兽是一种能治愈他人的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早就忘了，应该要更努力。越看越快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大鹏嘚不嘚越看。如果别人上他床，他一脚踹。哦，那他就是非常有洁癖。对对。还是这样。那鹿晗，你可以爆料累他有什么怪癖吗？他说你有洁癖。累的话，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可说的洁癖。爆料。谈呢，鹿晗有什么可爱的外号？没有外号。哈？我看到过一个叫做玛丽。玛丽啊，不会吧？玛丽莲蒙露。为什么玛丽莲蒙露？因为她很萌嘛。这题毋庸置疑，你是冠军。是吗？你们简直这样对我。你为什么？你每天出门要花多长时间？投广告时间。那他们为什么投你累？你为什么要改投他？因为他，我觉得你是个说实话的人，你给我说实话。他在睡觉之前喜欢抹东西，然后经常在我右边抹。什么叫经常在你右边抹？就是如果说我在干别的事吧，比方说我在用电脑做歌呢，然后突然那个队长就坐到我右边，开始拿个镜子在面前开始抹东西。要抹多久？大概30分钟，15分钟。抹什么呢？你有看过吗？没有，没注意。那你都不管了吗？你都不学一下吗？就让他抹。你们生活在一起，他除了赖账，他说梦话，但是他说梦话特点呢，就是用三国语，有时候搞得我都听不懂，用英语啊，用中文啊，还用韩文、啊，还有广东话，有时候也用广东话了。现在会生活当中这样吗？有时候会。但是有效果吗？起到效果了吗？有啊，对我挺有效的。有时候没办法，因为小弟弟就是那种，但是累在摇头哈。你不同意？有时候有效果，有时候没效果。那什么情况下会没效果呢？撒娇撒的不好的情况。他还有撒娇撒的不好的情况。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冰冰的时候最大。谁在宿舍里和在舞台上的反差是最大的？终于轮到你了嘞！你在他在宿舍里什么样子？可以是挺皮的，对，就是反正也挺喜欢搞笑，然后没事就是做做饭什么也喜欢，对。但是上舞台之后呢就不一样，你自己说一下吧。对，上舞台我听到音乐以后比较容易兴奋，完了以后就很容易投入到这个舞蹈里面，然后唱歌里面。哦，真的是你啊！表面上看起来老老实实的。鹿晗，你来说，我觉得你指认比较清楚。就是有时候在台上，比如说很投入的表演完以后，到台下以后完全就跟小孩一样，爱开玩笑啊，爱闹腾。他的开玩笑是那种就是真的跟你很热的那种玩笑，还是那种装傻卖萌型的玩笑？真的跟你很热的那种，逗大家笑的那种。你会讲笑话吗？不会。那你都怎么搞笑？就是我说一句话，大家都笑。내영의표정이가장웃겨요저는谁比较爱吃零食呢？你们会宿舍里会有很多零食？간식을많이먹는사람이
啊，他特别爱吃零食。你爱吃什么类型的？哦，甜的、咸的，只要好吃的都吃。这个好吃的都是吃的吗？不会，你是经常会忘事情吗？好像是。比如说嘞？有时候会出门，大概出门再回家，出门再回家大概得反复几次。所以说我是忘带，是忘带东西，是忘带东西。你就会忘带什么？比方说今天出去忘带 MP3、然后要不带了 MP3 没带耳机、你的耳机还在分开放的、对，要不带了耳机没有带练功服、要不带了练功穿的衣服没带练功裤、OK 累得一票。